现在出发吧。走，走吧。走，出发。走，出发。哎，Hello，同学你好，同学。Hello，Hello。不知道你们有时间吗？啊，对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没事。请问你单身吗？我不单身。啊，好吧。这么难吗？可以采访吗？应该不会让你们入境的。哦，不方便，不方便，算了。你有喜欢的暗恋的人吗？没有。妈呀，大学生挺难遇到的。那还有点难呀。这么难。Hello， 同学。同学留下吧。啊，你们都走。就那里有单身的大学生。这么难。你好，请问你们俩单身吗？我不单身。那你单身对吗？就是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？哎，碰壁碰壁。你窃喜，你就很窃喜，你这个语气。姐，我回去就要把你供出去，你的卧底面太明显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怎么能不信我呢？我都不太敢跟你对话了，我是不是？对你性能都不够。嗯，凯哥，你的防御性太强了。你是好人吗？我是。真的吗？你是好人吗？我也是。你们家满刀的人是谁啊？我为什么不相信我呀，姐？你先去跑吧，你可以先喊，小姐姐，快来！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这样子。还差一个，我的妈呀！我没有想到，我现在做的最多的运动居然是跑步。我真的跑热了。你好，我们是电视台的，然后正在做一个新年的采访。我们的主题是对暗恋的人说一句话。王学长，希望你能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希望。大家可以更好吧，就是希望你过得也很幸福吧。我希望他可以就是学得越来越好，然后天天开心吧。希望他以后还是能够天天开心。卓，我喜欢你。小哥刘芊芊说我会永远等你的。